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上午去跟老丈母娘他们去拉点草，帮着干会活，现在就走。拉草的车来了，准备坐上这台车。咱拉草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吧？不远。还挺好哈，都成堆儿的，都成堆儿的呢。到的到的。到地方了，现在。到地方。穿双鞋吗？穿双鞋。都冲过去了，现在到地方了，一会儿就开始拉草，绿化带的这些草，回家喂老牛。发点喜糖，沾沾喜气儿。像绿化带的草，然后我们拉家喂牛，可以装手了，可以装手了。现在装满车了，一会儿就要回家了，准备回家，走了。装也快哈，现在装满车了，回家了。要这集中了，都集中到一个地方来了，要对啊。先吃饭，到家了。一会儿咱去谢还不得说吗？吃完饭咱去谢喂牛吧。